为了帮助偏乡地区的居民会当熟悉毒品的危害，拒绝毒品，中央联合地方以及企业团体做伙举办活动来宣导如何防毒反毒。活动有趣味的过关活动，也有精油掠人，替长辈解毒疲劳，希望借由活动宣导，加强乡亲对反毒的认知。阿伯，来。卫生福利部集合民间团体以及在地企业联合举办反毒宣导的活动，不但有靠各种学生精彩表演，还有闯关游戏，帮助因更加了解毒品危害。一群快乐的小女孩，然后在青春活跃的年纪中遇到了毒品，那战胜毒品的故事，那希望能透过这个活动，能让大家更认识毒品。哦，啊，这老捏啊，冒球啊。咧算迄毒品的，看倒一项会食，倒一项袂食的啦。毒品的危害是真可怕，透过举办活动，希望好有民众来重视。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在地的一个民众，然后因为这个据点，了解到这个地方，然后能够对于我们一些反毒的一些知能跟危害，然后能够知道，然后知道剧毒跟反毒的话，那我们希望透过呢这样的企业反毒呢，我们可以遍及到我们的云林县口湖乡这边的很多的一些公司行号，那可以带着他们一起做反毒的宣导以外，也可以让他们知道有个更好的输压管道。北英市只会有45个师姐举双手站出来反毒，北英有很多企业主都在社区长期经营，希望可以带动反毒行动。这次活动家己企业来到宣导，透过研究发现，为头家开始来呼吁反毒，因何员工嘛更有反毒意愿。企业界的老板们，如果能够在自己的设立宗旨宣示本公司是反毒的，那对员工的反毒的效能有很好的提升。北港镇德明牙科诊所虽然是一个社区的长久经营的小诊所，但是呢，我们跟政府单位配合，跟社卫福部配合，然后呢，我们举双手，让我们的企业员工每个都了解反毒的重要性。啊，所以讲呢，这次呢，咱特别啊，要对咱的企业家吼，啊，请这大头家、大老板呢，大家共同啊来。呼吁啦哈，所有的员工啦哈，啊，所有在驻地，大家拢爱惜家己的身体，吼，爱惜家己的健康，一起来反毒。偏远地区对反毒知识不足，透过趣味活动来加深，无论长辈、囡仔，拢需要更充实观念，共同来拒绝毒品，创造更健康的环境。记者张怡婷采访报道。